我觉得他已经尽力了，所以啊，无论什么结局，我都为他感到很开心、很骄傲。你觉得他什么他讲的东西啊，你同不同意？我觉得因为可能他这几天都一直很累，在练习彩排，所以他整个体力可能在明天方面，我觉得可以更好哦，应该多休息。可能年台年轻啦，所以要慢慢的去锻炼。你觉得他有没有这个潜质啊，去唱片？我觉得有啊，为什么没有呢？因为我觉得他如果再加强他的去练习啊，去进上进啊，去学多一点点，我相信他可以的。我觉得这个说法可能这几年吧，我觉得会换的啦。怎么讲，风水轮流转啊，就可能就是男生的，你会觉得那个男生很可爱嘛，所以很多很多他的人气蛮很旺的。你觉得他接下来可以走什么样的做些什么呢？哈，sorry。我觉得啊，暂时我觉得你该读书先，我觉得他该读书先，然后有多余的时间再去学多一点音乐，学可能乐器方面啊，当然唱歌方面也要进修，再学多一点点。